之前自己在大陆的时候也会去这种游乐场啊，这种气球摊子去玩，就觉得很有意思。相比于我们平时训练啊比赛的射击项目，可能会更有趣味性。也可以起到一个放松愉悦的这么一个效果，所以还是很给力。其实也有在西门町看到这个片子，当时就很想玩，但是由于我们行程比较赶嘛，所以说就只是大概参观了一下，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夜市上面也很热闹，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在一起逛街啊，吃东西啊，包括像我看有一家店它是站着吃的，有点特别像我们武汉那边一边走一边吃热干面这种。夜市文化是台湾比较特有的文化，像这个打气球，就讲各位从小就都有一些经验了。有一个台湾同学跟大陆同学其乐融融一起打这个气球，多么开心！这不就是因为两岸交流应该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我是觉得政客的话对年轻人有什么影响啊？你看今天他们讲那么多，不是台湾同学跟大陆同学，还是其乐融融的交流，我觉得这才是两岸青年交流的真面目，而不是这个民进党他们去塑造这种恐怖排外，而且那种玻璃心，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台湾人所乐见的。